大家好，我是石紀亞大灣區的 Kiki。 今天 Kiki 帶大家來到西部中心新城的斗門看一個新力的項目。新力這個發展商聽起來會不會有少少的陌生？雖然我現在所處的樓盤只是新力在珠海的第一個項目，但在我們的周邊，例如廣州、中山、清遠、惠州等等，全中國50多個城市都已經有它的項目扎根了。它的起家是位於江西的南昌起家的，在2010年是註冊成立了，到現在僅僅用了10年的時間就已經成為了香港最年輕的上市內地房企了。憑藉著它這麼高效的運營能力，它會打造出怎樣高品質的項目呢？我們一起拭目以待這個新力灣。OK， 現在就來到這個新力灣的售樓部了。這位就是 Lina。 Hello。系啦，咁跟住咧就由 Lina 啦，同我哋去介绍呢个楼盘嘅，麻烦晒。好，依边请啊。Lina， 咁麻烦你先嚟同我哋讲讲啦，我哋依家所在嘅位置啊，具体喺边度咧？你好，我哋而家所在嘅位置系新力湾营销中心珠峰大道南侧，临近湘湖路嘅。OK。咁接落嚟同你介绍一下我哋项目周边个交通啦，好嘛？好。首先，我哋珠峰大道嘅话，佢系主干道嚟噶哦。咁沿住我哋呢个主干道嘅话咧，去到西部沿海高速路口嘅话咧，去到呢个廣州啊、中山啊、江門啊等城市噶哦，咁第二條啊就係沿住依個珠峰大道上到尖峰大橋啊，途經依個香海路咧，我哋就可以去到市區啦，就40分鐘左右。咁而家香海路依邊未通車嘅係咪？咁我哋去到市區嘅話，只可以通過行依個湖心路口啊，上依個珠海大橋啊，通過依個珠海大道先可以去到市區啊嘛，就要去到1.5小時啦。係啦。咁未來依個香海路佢一旦通車嘅話，熟短的話差不多一半的交通時間啦，係啊。咁佢依個香海路的話，具體的通車時間的話，要去到明年上半年啦。係啊。咁我想問翻啦，從我哋呢個項目，如果上呢個西部沿海高速的話，大概時間係幾耐？從我哋項目去到西部沿海高速依個路口的話，3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啦。三分鐘左右，係啊，冇錯啊，係啊。咁我想問翻啦，我哋周邊的一啲配套方面係點樣咧？我哋周邊嘅配套係你指嘅係咩配套啊？有生活配套、學區啊，都有啦，都有啦，係嘛啊？咁首先同你介紹一下個學區配套啦，好嘛？首先我哋項目嘅話，自帶有12班制嘅公立幼兒園，即係我哋做出嚟，到時係歸政府嗰邊去管噶。係啊，咁小學嘅話咧，就係申請小學啦。申請小學的話咧，佢而家係一期嘅話，而家喺度入讀噶啦嘛。咁二期依邊喺度擴建當中，咁到時嘅話佢係有校車接送噶。咁佢嘅初中嘅話咧，就係嗰個珠峰實驗中學喺珠海理工後面嗰度噶。係啊，佢排名係靠前嘅，係等都已經係入學噶啦，係咪啊？係啊係啊，已經可以入學噶啦，係啊。咁距離我哋項目600米處有一個華中師大啊。華中師大的話，佢係高中嚟噶，咁佢依個高中嘅話係省一級嘅學校嚟噶，佢每年咧招生有2000多個名額噶。好，係啊，成個學校佔地嘅話有34萬平方米啊，咁佢而家一期嘅話咧已經入讀咗，而家二期喺度擴建當中噶啦，係入邊係非常之靚嘅，係啊。明白。咁作為臨近我哋名校最近嘅一個項目啦，係咪？咁肯定會吸引一啲大量嘅高精尖啊啲家庭啊集緊我哋新力灣依邊咯。係啊，咁生活配套嘅話咧，依邊嘅話咧就係我哋項目自帶有4700平方米嘅商業街。係啊，如果你即係日常一啲需求啊，我哋落樓就可以解決啦。如果你覺得唔夠嘅話咧，可以去到離我哋項目1.5公里處，入邊有一個西部市場啊、新塘城市商業廣場啊，高端少少嘅咪係斗門大順嗰邊啦，仲有一個建設當中啊富源廣場啦。但係今年9月份開業嘅金媽華發商都其實係離我哋依邊係最近嘅啊。咁我哋沿住依個珠峰大道，經過依個湘湖路喎，係啊，去到華發商都話15分鐘左右。哦，係啊，非常之近嗰個斗門大順。係啦，冇錯，我哋喺依度過去大順嗰度咧，都要半個多鐘，因為井岸嗰邊咧，井岸塞車，而且紅綠燈比較多啊嘛。咁湘湖路
佢依邊個暫時係未有嗰個紅綠燈啊，所以過去就非常之近咯。嗯，係、嗯、啊。咁周邊嘅醫療方面又點樣咧？啊，醫療嘅話咧，沿住依個珠峰大道去到依個專業五院咧，係一條直線落去嘅，3.8公里，十分鐘左右就可以到啦。咁、嗯、依個專業五院嘅話咧，佢係三甲醫院。咁、okay. 我哋目前嘅話咧，專業五院嘅話同我哋項目都有合作㗎、哦，即係到時4700平方米嘅商業街有兩間商鋪攞嚟一個做主場嘅。分診點係啊，係成係啊係啊係啊，即係到時因為我哋人啊嘛，難免會有時啲細病細痛啊，啲小感小冒啊，咁直接到時我喺我哋社區度睇就 OK 啦，就唔使去到專業醫院，即係唯一珠海市唯一一家係大社區醫院嘅社區嚟㗎、哦。好好好啊，咁樣呢樣又幾好喎、啊。係啊係啊，非常之方便㗎、嗯。明白曬，好啦，跟住嚟我哋怡寶個沙盤嗰邊了解一下我哋新力灣內在嘅一啲信息啊。哦，好，咁麻煩依邊請啊。Lina， 咁我想問翻我哋依家喺度賣緊嘅係邊一棟啊？賣緊啲咩嘢啊？我哋而家賣緊嘅話咧，就係3棟後面嘅7棟，7棟嘅話佢係樓王單位嘅，面積嘅話01/04嘅話咧係101嘅大户型，咁佢02/03嘅話係100噶，係啊，均價嘅話去到12500，但係精裝發售噶。係啊，我想問翻我哋成個樓盤有幾大？我見到後邊都仲有好多。透明嘅體透明體喺度喎，即係咪有好多棟我哋樓盤？係啊，我哋成個項目嘅話係有23棟㗎。咁、我哋佔地面積嘅話咧係90000平方米，咁個建築面積嘅話係23.88啊。成個樓盤嘅話有幾多户咧？有幾多人？1608户。嗯，車位匹配方面 O 唔 OK 啊？可以㗎，1:0.8。哦，系啊，系啊，都夠。嗯，系啊。咁然後，咁想問翻啦，啱先周邊嘅配套啦，咁你啱先都亦都介紹過啦。咁、我想睇翻我哋小區自己入邊啦，除咗有你啱先講到個商業體之外啦，咁仲有啲咩嘢配套咧？仲有啲咩配套係咪？咁、我哋新力嘅話，佢打造嘅係話5S 健康智慧嘅社區啊。首先咧。2棟哦，架空層嘅話咧、我哋係做咗一個我哋後生玩嘅地方，即係搏擊區係。咁未來我哋售樓部3樓咧，作為一個老年活動中心。嗯，係。咁我哋依度入邊嘅話咧，係有830米嘅環形跑道，佢係分快跑道同埋慢跑道噶。嗯，係啊，仲有一個自動嘅售賣機喺度。咁有時我哋落樓嗰度運動嗰陣時，係咪有時會唔記得帶水啊？咁我哋依邊有一個、這個、都幾人性化，係啊，有一個係啊，有一個自動售賣機就非常之好咯，係咪？嗯。咁接落依度4棟同埋8棟中間嘅話，一個長者嘅活動中心，係我哋中間仲有一個游泳池係咪？係啊，中間依度仲有一個游泳池。依、這個游泳池咧，佢係分大人同埋兒童噶。嗯。咁依邊嘅話係一個綜合活動區，就係一個羽毛球場。嗯。仲有一個就係一個寵物玩嘅一個地方。係啦。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分開咁樣玩㗎。係啊。咁我想問翻咧，嗱後邊我見到有咁多。咁多棟喺度啦，咁嗰啲另外嗰啲咧係已經係售罄啊，定話係未開售定點樣？我哋而家售罄嘅話咧就係3棟同埋4棟已經售罄噶啦，5棟同埋8棟咧得翻啲低嘅樓層。咁我哋高層嘅話咧係15棟一個高層嚟噶，咁樓後尾嗰啲咧係8棟一個洋房。嗯，系啊，我哋到时交付嘅话系成个项目一齐，包括呢个幼儿园全部一齐交付噶。哦，几时交付呢？我哋交付交楼嘅话咧系2023年6月份。哦，2023年6月份。系啊，系、啊，系、啊，冇错啦。嗯，好，明白晒、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就上去呢个示范单位度边睇边讲啦。嗯，好，呢边请。